曾子瑜爱玩客，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房型，这个是一张大床，有没有？这个床还蛮大的耶。我们现在这一间是在八楼，你看这个外面景色还蛮好的，可以看到这个嘉义的市景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你看这里有这个桌椅在这边的，这个感觉还蛮放松的。这边的话有一个书桌椅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吧台，这边有三合一的咖啡、红茶还有乌龙茶，还有跳泊肉干跟肉松。这个是嘉南食品他们自己的产品。我们看一下小冰箱，哎呀，小冰箱里面有附两瓶饮料，苏跑跟可乐。那电视咧，这个电视画质还蛮清晰的。对啊。有没有台数多吗？蛮多的。哇塞，看起来还不错哦。那我们这一间的话是808，在八楼的地方，也看到在这个地方。那它一层来看的话，房间大概也有个大概20间左右。那门口进来这边的话，还有看到这个有4个衣架，那下面有吹风机，还有保险柜跟拖鞋。好，那这个浴室的部分，哇，也是有干湿分离，有没有淋浴间？我们看一下它的沐浴露跟这个洗发露，这种比较环保的这种包装。那我们看一下备品的部分呢，牙膏、牙刷、梳子、刮胡刀、浴帽，就是该有的都有啦。还有一个浴缸，这个浴缸比较深，你看这浴缸还蛮深的。好，这一个浴室的这个玻璃这一块，哇，这个还我还蛮喜欢的哦，因为这边还可以直接看到电视，你们看到，哇，你看嘉南风华还蛮特别，你看它的商务中心、娱乐中心、健身房、桥牌室都在一楼。那进来可以看到往右边走，这边就是健身房。